奏萨克斯风呢，所谓吹，好像说哦，把气吹出去就好，但是这样不够的，我们还要加上一个很重要的技巧，就是点舌。为什么要点舌呢？点舌可以让你的吹出来的音颗粒很清楚，而且让它很有精神。那我现在用我的手指，这比如说上面是吹水，底下是簧片，我的另外一个手，这是我们的舌头。一般人以为是点在这里，不是的，它是点在簧片底下，用这样子点，这样子点。记住，不是舌尖，是舌尖进来一点点的位置，然后去碰触簧片。我现在用这个吹嘴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这个动作轻轻的就好，不要很用力。很用力，你那个声音吹出来的声音就很重，而且听起来很呆板，不够灵巧，不够圆润，不够饱满。好，以上，谢谢。